去年买的，玉米这个是手工打出来的大马士革钢材，而且很厚啊。大概五厘米厚。老师好，这把是今年的最佳大马士革钢，可以介绍一下。对，这是因应20周年台湾黑熊主题所做出的，对，总共是127层加 SK2， 刀削刀柄是条纹乌木，用木钉来点缀，对，并且镶嵌那个卢恩符，是，哎呦，另外这一把。乌炉刀是爱之基摩人的传统刀具，用来切肉切皮，很漂亮。对，造型是熊跟鱼。哦，了解。很漂亮。至于这把是造型，也因应20周年的台湾黑熊。刀架可以方便收藏，了解。哦，一体的，对，很漂亮这把刀，对，有台湾黑熊的感觉，对，有那头，一样，配件都是木金，对，红铜跟黄铜融合下去做的配色，了解，因为它那个量真的蛮多，我其实每次点我都在一点，你可以加。